男人跟男人之间就是这么简单。想要跟你视频呢，他有两个目的，你介不介意露脸？我就别露脸了吧。别露脸是吧？咱不强求，咱觉得题材这个意义适合上视频，那么我就会跟客户说这个可以上视频。我们先不停的在沟通到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把最后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拿上来说。一来我跟你视频，因为网络上杠精很多，他说这个是你们自导自演嘛，所以呢你也比较难约，就抽个时间咱就约一下。这块料子题材做的是指日高升，有个问题存在，我告诉你啊，指日高升是左东右西，左东右西，那么我们指的时候肯定是要指东升起来的太阳嘛，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左东右西呢？看到这个人物了没有？手指向这个方向，我的左手边它就是东，左东右西。好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还有其他注意的地方吗？基本就没有了，我来看非常满意。这个料子的满意程度呢，它是结合在哪里呢？我现在跟你说一下，首先是结合这整块石头的色的分布，它的色呢，它是阳绿的色花，然后呢，我们画的这些地方，它全部就是青山，你知道吗？金山银山就不如绿水青山。所以这里要把它巧到这个青山上面去。我们做雕刻的有很多说辞的，总有一套你喜欢的。那么我们该走的程序也走了，那咱就动工干活。好，干活。还有个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要把它做成视频嘛，发上去的，到时候你全部会看到。我跟人家做视频，我都不会提前主动把做的过程发给你，为啥呢？因为我想留到你最后的惊喜，你跟粉丝大家一起看。你实在是很着急想看什么样，你跟我说，我马上把过程发给你，行吗？我想最后看节目，我觉得最后结果肯定惊喜，过程中观众没有意义。男人跟男人之间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拜拜。好，祝你越来越顺利，事业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感谢。因为采取两面雕，种水更透，然后色更阳。这个在煤气抛光之前拍一下，到时候跟抛光出来做一下对比。色就不用收了，肯定是好。这些沙渗进去的水调出来的，它是不是有小冰位？从这边来看，这个料子就是它的肉质细腻，然后种水也够用，所以呢，它起来有点翻种的感觉。而我们的题材做的是什么？指日高升，前后先呼应。我只能这么说，今天指日高升，明天指点江山。你看看色，真的是不用收它。我今天特别要说出来，就是它这个料种水做出来翻了，翻种，特别是这些边缘处，它出来的时候种水都感觉比料子要好很多。干嘛？今日您指日高升，明日指点江山，统帅群雄。